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的是 One Veranda S12A04 哈，那这间是三房的格局，也是都装潢好了哈。那一进门的话，也是可以看到一个开放式的厨房。那它这是比较大哈，所以它有一个厨房跟一个这个料理台在这里哈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它是放冰箱的一个地方。那后门的话是有一个后阳台哈，可以放这个热水器跟这个洗衣机的地方。那这边的话是客厅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客厅呢，它其实很漂亮哈。那外面的这个景色呢，您可以在这边直接就看到这个西贡河啊。那这里可以看到那个市中心的六七大楼啊，所以它很漂亮。然后我们再往里面看哈，就是这边三房的话，三房的话这边是它的洗手间哦，干湿分离的一个洗手间。然后这个都有对外的这个通风的一个窗户，那这里的话是客房哈，客房是木头的地板，那也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景色跟 view 哈。那衣橱这边都已经配置好了，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衣橱。那这里的话是也是一样，你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西贡河很漂亮的一个景色哈。那这边是离河边很近，所以未来的话基本上是都不会被挡到。好，那我们再往里面看，那这个的话是主卧室，好，主卧室的话有一个洗手间，这个是套房哈，一样是干湿分离的一个卫浴，好，然后呢这个是主卧室，哦 ，sorry， 这个是两房哈，不是三房，好，所以这边的话是它主卧室，一样在这边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窗外很漂亮的一个景致，然后衣橱，好，这边也配置好，冷气也都配置好了哈。所以可能搬进来的住户只要装一下电灯，好，买这种会移动式的家具，沙发啦、床啊，就可以立刻入住哦。那这个是建商保留户，啊，两房的也只有这一间哈，请大家把握机会哦。